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干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门。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诚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紧在你头颈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圣恩，有聪明。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他们必定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阿们。阿利路亚。OK, 这不是大家期间访问，其实这不是他们本身。Stand up. 我们举起手来一起为他们祝福。We shall raise our hand.现在我们上面感谢你，这些父母站在你面前，他们刚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交给神面前，用他们神的话语来带领他们孩子教他们孩子的时候，主啊，就求着你恩典恩高，现在就降临在这些父母们身上。哦，主啊，让他们教导孩子，给他们精神，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的孩子一生都不偏离，让他们孩子长大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神国里面为主来做光做盐。你要祝福他们，包括他们所经过的每一天，祝你赐给他们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天天靠主喜乐，天天得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他们回位。